我是什么娘，你是什么娘哟。剪完头发又帅了，没剪呀。我要成为刺激高手，给我一个月时间，我要变强无敌。哟，打不过他吗？他怎么会不死呢？我想知道他还有多少血。退出游戏。我要搞一套皮肤，看看皮肤能不能增加我的战斗力。我有皮肤了，帅不帅？嘿嘿嘿。草原沃利贝尔申请出战。哎，这样的话感觉体积变大了，哎，会不会他打到我的耳朵也算伤害啊？那好亏啊。这枪口，我不想戴头盔，这头盔影响我的这个造型。你看我头盔下好帅。 OK， 出发。别跑狗贼，偷我车，爆头击杀。哎呀，他把我车给偷了。哇，我熊二这波真的很难打。坏了，我这个熊好像太明显。太明显。这一看到熊二，草原熊二就要过来打我了。披城执法官还是机场逮楼，机场飞的。好像没得人。太远了。哇，那这把好肥的，一个人吃啊。哼，你跳，就两个人啊。这把太远啊，早点跑。哇，就33个了，难道这把有大哥？哦，好痛，撞不动。这个可以撞。哦，还这么远，不会吧？不可能让我被毒死啊！这么好的配置，别闹啊！找辆车。哎，我先，等会儿打，不急，毒不死，现在毒性还不强。这边路边可能有车。别动我就行啊。哦，这有卡毒鞭的我就肯定死了。这把有迹象，有迹象。嘿，这个瓜皮被毒死了。哎，我们看一下，看来他没药嘛。什么都没有，我要多啊，还有19个，
有迹象，这把不需要了，这个圈我们不需要撤了，就硬跑啊，硬跑。哎，我们开船回来，哎，我们开船是吧，还有15个。好危险，我得去桥当底下打药。这个位置应该没事了吧？这个位置应该没事了吧？那还有两只耳朵，这个对枪的时候肯定很亏。空投。肯定没了，被吃过了，但我们过去捡个破烂啊，说不定有多余的三级头三级甲。在这个平原上跑很亏的，一旦被发现没法躲，但是毒来了，这么晚应该没人了，三级头就行，很重要。还有12个，有迹象，兄弟们你看看，有，我操，这个甲烂了，这是什么枪啊？感觉这个枪好像很牢。哎，发现一只猎物，我操！好多击杀，冲进来。冲锋狙，瞬狙秒掉。一枪头没死，三级头打不死。结束了，三个人，我看他还有多少血，我想看一下他还有多少血，好吧。他三级甲，三级头，我的甲没了，烂了。我想看一下，他估计还剩20滴血，30滴，他没打到，我也没打到。我只能说他这个位置非常好，我不好打。高点打低点，优势很大，而且我把他杀了也没用，他队友绕过来了。